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西装的一个短款外套，还有一个蛋糕裙，给大家穿一下。这件上衣呢是花了138块钱买的，网上买的啊。它是一个网红店铺，我看它这个穿搭还挺好看的，所以我就把这一套都给入手了。这样的话，省得大家去想着怎么去穿搭搭配啊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款短款的上衣。这款上衣的话呢，和模特图一样的，它这里领子呢是一个拼接的一个网纱的，还带个蕾丝边，我觉得好精致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它的款式，还挺好看的。下摆这里带个开叉设计啊，它是一个短款的一个西装外套。袖子这里呢，它是有一个这种蕾丝拼接的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就弹力还挺大的啊，上面都是蕾丝的一个拼接设计，我觉得还蛮精致的。这个衣服里面呢，它是有一层这个内衬的，我觉得夏天穿的话，在外面太热的天气可能会穿不了啊，但空调房里面我想应该是可以的，因为它里面是有一层内衬的啊，是双层的。然后做工各方面呢都没得说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裙子。我们来看一下裙子，这两款呢我买的都是 S 码的啊。然后这个裙子呢是一个蛋糕裙，这里还有一个这种有两个飘带啊，这个是可以直接打上一个蝴蝶结更可爱一点啊。下面这里拼接了一个蕾丝设计，是一个格纹的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西装的话它有两个颜色，这个裙子只有一个颜色，就是一个黑白拼接的一个格纹。这件裙子的话呢就只有一个颜色啊，黑白色的。现在我们来把这一套呢穿上身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吧。好，我已经穿上身了，先整体看一下它的效果，真的是好美的啊，真的是还不错，版型各方面也很减龄，而且它这个上衣呢是比较短的，很拉高我们的身材比例，就会显高显瘦。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，侧面看后面看也很好看，扎一个半马尾搭配这个裙子穿真的很有感觉啊。搭配一个包包，学院风满满的，那我是少女心爆棚的。这套我觉得就是平铺着看也很好看，穿上身没想到它效果也更好。唯一一点呢就是我袖子这种穿上身呢它是松紧的嘛，所以比较贴合啊，如果胳膊比较粗的姐妹们它这里可能会有点紧啊。这款裙子的话呢下摆也是带个蕾丝拼接的一个内衬啊，就很精致的感觉啊，真的很好看这套效果啊。我买的这个都是 S 码的，不过它上衣还挺宽松的啊。裙子呢它是个 S 版的一个短裙，可以遮胯的，这整体一套真的是很绝。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啊，领子这里就是一个蕾丝拼接的感觉，就很精致的感觉。好了，这一期网红店测评的这两件衣服搭配，大家觉得效果到底怎么样？记得给我留言评论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